哇，小麦芽在吃脆果哎！今天小麦芽是116天，厂商说小麦芽头好壮壮的，子明要他来代言这个脆果哦。这边有很多口味，它也有脆饼，大块的脆饼，看那么大块，然后脆果这个应该是水果口味的，看，然后小麦芽吃得津津有味哦，看他手手拿着。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这个脆果，是这个是应该是水果口味的，然后它这边，哦，这个是辛香口味，就是辣椒口味，姐姐说错了，然后再来看另外一包口味，来小麦芽没关系，哥哥拿，好这一包长这样子，那个鹦鹉都可以吃，中小型大、中大型的鹦鹉都可以吃哦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这个是那个阳光水果口味。好，来，小麦芽来这边，这边要站好，小麦芽站好，站好，小麦芽好，继续吃哦。我们是吃水果口味，这个是水果口味，里面还有那个什么荆棘，小麦芽很好，很爱吃那种荆棘，一颗一颗的。是吗，小麦芽？厂商说你头好壮壮的嘞，你看这个小肚子比抹茶还要大呢，好吃哈、哦，小麦芽好好吃哦。来来，小麦芽，今天买了很多给你吃哦，这边有很多让你选。这个脆果，奇异果也超爱吃的，奇异果可以吃了一那个2粒左右。